中国の最先端都市深圳の一角に巨大な職業斡旋所がある。ここには中国全土から仕事を求めて若者たちが押し寄せてくる。三和人材市場。但十二个小时，我能不能等？跳楼的是啊，底下有是吧？因为加班时间长嘛。100块钱干八九个小时，我都说了，饿死都不去干。若者を取り巻く過酷な労働現場。三和人材市場の周りにはもう一つの闇の世界が広がっている。这边是吃饭的吗？行，有床位吗？有个可以啊，好的吗？他娘的，怕杀的也得行啊。行。日雇いで一日働いて三日遊んで暮らす若者たち。ここでは三和ゴッドと呼ばれている。夢を失った彼らが没頭するのは仮想現実の世界。哥，我喜欢打那个游戏机啊，就是那个老虎机啊，跟彩票。年年打工那是。11-12万块钱还是存了的，都是赌输掉了。然后我还给他了，他说给我消借条。然后后面他现在不消，还把我拴了。若者たちは闇の世界に飲み込まれていく。这个地方有很大吸引力和魔力。ここでは身分証明書さえも売買される。身份证做法人了吗？我现在都跟你说了，我名下现在有1500万，我现在。違法仲介が蔓延する労働市場。そして働いても乗り越えられない格差の壁。若者たちの間に絶望感が広がっている。妈，有些人都拿秒挣钱，上一秒钟直播才一赚钱，拿我身边拿钱赚钱。以前人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像我们这些地方根本说白了就是在奴隶。我们不是深圳人，我们就是分到最底端的一类人了，第六类了。是压力大吗？感觉人都废了，连宁愿做犯人都不愿意做好事。哎，你回想起来就是好心的一点，就这个意思。其实我会一蹶不振，一直这样活下去，第二种可能，以后我会更加享受生命。深圳から去っていくもの、そしてまた来るもの、激しく入れ替わる労働者たち。メイドインチャイナの最前線で今何が起こっているのか。中国のシリコンバレーと呼ばれる人口1200万の大都市だ。 IT 産業をはじめ世界でも名だたる企業が誕生し、中国の経済成長を牽引する夢の街。街の中心から北へ10キロ、そこに三和人材市場と呼ばれる巨大な職業斡旋所がある。ここには中国全土から毎日仕事を求める若者が押し寄せてくる。巨大なビルの中で営業する斡旋業者の数はおよそ800。斡旋業者はそれぞれ契約した工場から手数料を取って、雇用条件の説明から採用の決定までその場で行う仕組みになっている。朝7時、ビルの中には
すでに多くの若者が集まっている。賃金は大企業でも基本給35,000円、残業代は別につく。長時間労働しないと稼げない仕組みになっている。过年不回家的也可以去广州南沙美迪啊，过年不回家的南沙美迪也可以啊，过年回家的也可以去这里东莞这个啊，做冲鸭的习惯。冲鸭还有没有会的啦？马上满了两分了，要冲鸭的啊。这场。哪个？冲鸭你做过没有？去过，做过那个。我给你看一下什么叫冲压，这是两文达吗？两文达。我给你看一下什么叫冲压。斡旋業者は作業の簡単さと条件の良さをアピールする。说话的吗？我知道。就把产品放进去，按下按钮。两文达好不好？拿出来。知道是吧？那我给你14块，做到2月12。如果你想继续做就继续做，不想做做到2月12就可以拿钱走人了。包吃包住，想做那可以先拿钱进来。可以，没事。这个没问题，不用体检，手机、钱包、啥都可以带。啊，如果说今天借一百，每周借2到300，根本放心。那就要10个是吧？今天借一个能不能分出的？当然分出了，你不要去了，兄弟，你接受不了的，好吧？那么我都说了，你非得强调，非得要他卖单，你不要违心而做，到时候就回来，是不是？没必要嘛。我要的就是不挑食的人，我啥都能做，这种人我是好买的。你这里那不行，那不行，等等，你还可能煽动别人走，到时候没必要了，你不要的，你看其他地方吧。下次常来办你来做，高总，还要最后两个人过来。採用が決まった労働者はそのまま荷物を持って工場へ向かう。三和人材市場では毎日7000人が採用されている。向かう先は深圳や周辺の製造業の現場だ。斡旋業者がいるビルの中に入らず、周辺でたむろする若者も多すぎる。彼らは工場での長期労働を嫌い、日雇いの仕事を求めているのだ。你不可能每天给你钱工资，那多麻烦呢。钱用没钱吃，那我干三天有没有钱啊？有，反正干一天有一天。做什么呢？不会装修的吗？不会，跟你说去了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吧。手术的人家湖南人都会做的。是打杂吗？好的好的，打杂。基本上都是打杂。加班20块一个小时。包包吃包包住。不加班就按白天算嘛。几个小时啊？白天一百五嘛，白天8个小时嘛，包吃包住啊。好，那我去一个，包吃包住。我去一个，我去一个，去。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你是开玩笑的是吧？把话都过去一点。要不要去？没去，我去。这屌毛们，这里有好多男的在这里。没钱赚了，我要去。那我不把车开过来，就是他们一个在那里干的。那我看小一点。那你现在跟他去，一下就跑了20里地，那边能住人吗？看一下，不行回来，2块钱收费，3块钱收费。在这里反正待着也没事。待着干嘛？你要想得开。日雇いの仕事は荷物の積み込みなどの単純な肉体労働が多い。長期労働を嫌い、日雇いの仕事を探す若者たち。そんな若者の一人に話を聞くことができた。
トートーと呼ばれるこの若者は江西省の農村の出身。深圳に来たのは1年前。东东，你多大就出来打工了？16岁吧。这么说，你没读完高中？是啊。东东，你到了三河，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呢？我也不知道，反正来这边，比那边网吧也多，什么东西都多。深圳に来て、初めは世界最大の電子メーカーの工場で働いたが、1ヶ月で辞めてしまい、ここで日雇い労働を探すようになった。不怎么样吧，像我都去过的。这个也进步。我说那3000这个，这厂待遇的话还可以吧。然后去他那个厂做的话，又感觉太累了，然后做了6天就出来了，然后就一直没找工作，一直在网吧玩。然后反正玩了1.5个星期吧，然后没钱吃饭了。刚好网吧里不是认识一个朋友吗？还在那里跟他玩的比较熟嘛。然后实在是没钱吃饭了，去找工作，找来找去的，也没找到。然后反正看到一张招聘，我也看了一下，那老板还可以吧。一过去，然后直接把我留下来，叫我在那里上班了，那老板。然后那时候都快20了，那老板他老婆来了，然后说我什么什么，反正我上班一直打瞌睡嘛，在之前就一天都在玩手机嘛，边上班边玩嘛，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说我，然后我就直接说不做了，然后我现在出来了，然后反正现在就一直在找工作嘛，然后天天找不到啊，现在就找了。差不多2个月了吧，也有，然后现在还没找到，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你有女朋友没有？现在暂时没有。以前呢？以前就是去年有一个，一个广东的，深圳，他说我天天不找工作嘛，然后就分了嘛。ここ数年、長期労働に耐えられず、頻繁に仕事を変える若者が増加しているという。深圳の製造業は、中国全土からの出稼ぎ労働者によって支えられてきた。その数はおよそ700万人と言われ、毎年およそ100万人の若者が新たにやってくる。しかし、深圳が急激に発展する中、どの工場でも労働力不足に直面し、長時間の残業を要求する。それを嫌う若者たちの離職率は高く、工場は常に労働者を募集す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労働力不足を補うため、正式な仲介業者だけでなく、個人の手配師にも労働者の斡旋を依頼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他现在进工厂的底薪都不是很高，都只有2000多，都是什么什么小时工啊，什么临时工啊，长白班啊之类的东西。哎呀，你说，他的底薪真的都是说国家规定的2100、180、2100、2000多，2000多，工资都不是很高的，都是加班加点加起来的，一般加到4个小时、12个小时都是这样，包括一些什么。有些要做到全能这样。现在都很难的，我跟你说。
你说男是招工男还是打工的男呢？打工的男，工资太低了，工资太低了，消费又高，在深圳消费特高，知道吧？对对对，一个租金，一个水电都很高。对对对对对对，深圳市高。他现在是好到哪里了？他虽然是2000多块钱，但是他是包吃包住，知道吧？包吃包住，但是没有我们所说的了，很理想的工作，就是说。日雇いの仕事を専門に斡旋する手配師もいる。当大会はその一人。一人紹介するごとに企業から手数料をもらう歩合制で、稼ぎは月に12万円になるという。彼は10年前に湖北省の農村から来て、最初は大企業の工場で働いた。手配師の仕事を始めて1年半、三和人材市場の日雇い事情を知り尽くす男だ。他们要的工作，第一个轻松，第二个工资高，第三个来钱快，就做一天结一天的，就这三点。第一个工资高，第二个来钱快，第三点做一天结一天。这个跟老一代就不一样了啊、这里的习惯都是这样子，来钱快，就是做一天能不能当天就给我钱，上班以后我不管明天的，他明天就不来了。那他不追求不想有稳定的工作啊？不，因为这里的人啊，想明天以后的事情比较少，只想把今天过好。哦，这个加不加这个事，大神说实话，这里面说大神的话。大神，给你们说一个含义吧。这所谓大神，就是说思想已经高度已经提升升天了，吃喝的不用管了。今天喝一口酒，我就可以躺在地上，天我一盖，地我洗，就算睡觉就可以了。想去睡哪里睡哪里，想去吃哪里吃。今天有10块钱，我就把今天花掉，我不管明天的。三和人材市場の周辺には、一日働いて。3日遊んで暮らす若者が数万人もいるという。彼らは皮肉を込めて三和ゴッドと呼ばれる。長期の労働嫌い、日雇い労働で稼いだらすぐにインターネットゲームやネットギャンブルにふける。三和ゴッドの中には周辺の公園で寝泊まりする若者も多い。宋春光もその一人。12年前、河南省の技術学校を出て出稼ぎに来た。当初は大企業の工場で働いたが、その後は職業を転々としてきた。从去年其实也开始了，从去年也意识了，但是没有这么神，知道吧？没挂得这么惨，今年就挂得特别惨。啊，去年还有一点点斗志，有一点点，以前是很有斗志，去年还有一点点斗志，今年是一点都没有了。现在就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没有斗志了。大神是什么？大神的特征就是。不想干活，第一点首先是懒，第二点就是工价太低了也不想干，有时候太累了不想干。大人还有就是几天不吃饭，正常，真的很正常。有时候几天不吃饭，真的就是。大人特点基本上就是这么多了，差不多了。睡大街，吃挂壁面什么玩意儿的，几块钱的那种。喝水2块钱，喝他妈的1块钱的，是1块钱的清凉水，1块钱一瓶。不是2块吗？2块是大瓶的，大瓶的清凉水，1.5升的2块的。哦，2升。一天有钱的话50块钱吧。就够了。够了，没钱的话那就另说了。现在晚2天吧。工价太低了，现在。大一点晚2天。2天。宋春光とつるむ二人の仲間。
彼らも元は大工場で働いていた。对，服了。我也是别人带我来的，本来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找找一下临时工作，就是做下日结。以前在署里做发个赌魂名片嘛。反正白天晚上做别的事啊，晚上我做上做整件。半句。现在越来越懒了，就像干日结了，都不想进厂干不了多久了。哦，就这样，越来越往越散了，就跟刚来说不一样，是吧？日结干就干这个日结，就是，这个钱好挣，就那么简单，是不是？干一天日结，有一天现钱，就是，是不是？太实现实。那你觉得你跟他？坐了。那上面吧。三和人材市場で日雇いの仕事を探しているトート。金に余裕のある時には夜の寝泊まりは周辺にある会員旅館だ。有吗？这房？房在哪儿啊？这儿啊。这边是出来的。行，有床位吗？没有下床了，这是上床。上床就上床了。一个还是两个？两个。两个可以啊，好的嘛。身份证给我登记。嗯。嗯，但是交30块就可以了，能不能？微信是吧？微信吧。30。走。嗯，好，谢谢。上楼吧，是我的。这是二楼。啊。上楼是二楼。后面两个门路。他凉的话，三楼也得行啊。行。一楼。繋がった2つの部屋にそれぞれ2段ベッド4つが置かれるだけ。シャワーもトイレも共同で、環境は劣悪だ。部屋の中にほとんど何もないが、 Wi-Fi だけは完備している。とうとうは三和人材市場に来てからもう2ヶ月、夜はこうした会員旅館を転々としている。周辺には日雇い労働者をターゲットにする会員旅館が数多くある。どこも一泊の料金15元、日本円にして250円ほど。この一帯はもともと農村地帯だったところ。三和人材市場ができてから地元の住民が部屋を違法改造して会員旅館として貸し出している。一つの部屋の面積はおよそ30平方メートルほど。会員ベッドが隙間なく置かれている。ほとんどが違法改造のため、部外者が中に入ることは許されない。什么意思？就环境改变，环境改变了，就是这里的人生活，知道？大家都这样生活，比如说，15块的床铺费，知道？我5块钱、6块钱挂壁面啊，2块钱挂壁水，大家就在喝着，就是这样，或者是有事啊，一进房间呢，二三四个人吧，里面全部睡满了，上下铺就是普通的工厂房一样的嘛，只是这里面的房那个租房子啊，他把这么小一个房间，他改变成。放20-30个铁床在里面生活，是不是啊？对。所以说，睡得很多一点，因为你看，那房间里面睡的环境很差的，有臭虫啊，什么东西都有，还有那些蟑螂啊。因为那些人走上那被子很少换的，就是说你也知道的。
那今天这个床今天你睡，或者明天是我来睡，或者后天是另外一个人睡。对，所以镇里人呐、啊，你习惯这种生活了。物価が高い深圳では、ワンルームの家賃相場は5万円以上。三和人材市場周辺でも2万5千円以上する。日雇い労働者にとって、こうした劣悪な会員旅館に泊まるしか方法はない。鸡肉排骨饭，鸡肉排骨，鸡肉排骨，还有汤。我去，那不太坑了。然后我打平台客服的电话，他问了一下，他说如果一直在逾期的话，他就会到时候金额会越来越大。是我介绍，然后他私贩带给我，就是那种违法的小贷嘛。我是微信不是有个平台叫金借道吗？一个平台放款的平台。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不少人都从这上面借钱？国立贷啊，私贷啊，反正虽然说借的金额比较小，借了700，然后到账是500，他借条上面是打的是700。那你就算不还了也没事儿。不是，但是我已经还了。嗯。还给他私人了，那个放款的嘛。啊。然后我还给他了，他说给我消借条。然后同时他现在不消，还把我删了。把你怎么了？把我删了微信。啊，微信给删住了。现在我去警察局去报警，他说这是民事纠纷，不管。那叫我去法院去看一下。法院？你诉费多少钱？不知道啊，就是。八点半，明天这边。偷偷が借りた。ネットローンの年利は約 30%、 一般のネットローンの倍以上の金利だ。今中国にはスマホから簡単に金を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るネットローンの会社が7000もあり、手軽なことから若者の間に広がっている。しかし法外な利息を取ったり違法な取り立てを行う悪質な業者も多く、トラブルが絶えない。社会の底辺で生きる若者たちが増加する深圳。この大都市は中国のイノベーションの拠点だ。スマホの大手ファーウェイやアジア最大の IT 企業テンセント、世界市場の7割を占めるドローン会社 DJI など名だたる企業が次々と誕生。2000年当時と比べて GDP にして10倍の成長を遂げている。それに伴って富裕層の台頭は著しく、1億7000万円以上の資産を持つ家庭は7万世代、深圳の戸籍を持つ家庭の 7% に達している。不動産価格は高騰する一方で、100平方メートルの新築マンションの相場はおよそ9000万円。北京や上海を抜き、中国で最も不動産価格が高い都市だ。格差の拡大によって出稼ぎ労働者がマイホームを手に入れるのは不可能になっている。马云现在有钱了，马云现在是哪秒挣钱？张一秒能挣多钱？你算出来。张一秒做人哪秒挣钱的？咱们是按拿钱做不算钱，干一天上一天班挣一天多少钱？咱们按钱按工资算的，是吧？没办法。その日暮らしのトートーはまだ三和人材市場で仕事を探し続けている。
要不要带你去网吧转一下？得了，这全都是网吧的。全都是网吧哦。两边，那边也至少得有十几个吧，那边也有。哦、有时候晚上在网吧住，就是就在网吧玩一个晚上吧，然后第二天又接着找工作了。哦。トートーはネットカフェで過ごすことも多い。料金は1時間17円、一晩で200円。オンラインゲームだけでなく、最近は金をかけた違法なネットギャンブルにも手を出している。三和人材市場の周辺には無数のネットカフェがある。営業時間は24時までと規制されているが、徹夜で営業する違法の店も多い。現実の世界では結婚やマイホーム、マイカーなどに手が届かない彼ら。ここではバーチャルゲームの世界で見えない相手と結婚したり、子供を育てたりすることもできる。今を忘れられる仮想現実の世界が彼らを魅了するのだ。ネット社会は日雇いの若者たちにネットローンやネットギャンブルの誘惑も加速させている。三和ゴッドの総春光もネットカフェに入り浸っている。我最大爱好是上网，上网上什么？上黄网。黄网也上。上什么网？看电视也看，游戏也玩，综合。啊，网上什么都有，是啊，信息都有，信息也看。嗯，也看，什么都看。嗯，哇，哦。我。啊，去年我还网贷撸了2万嘛。你现在总共债多少钱？你现在在？欠债不到3万块钱，也就2万，将近3万块钱。拿什么钱？没有，玩游戏了，玩游戏花了1万多，买装备，买游戏号，花了1万多。那时候想在游戏里面赚钱嘛。哦。那游戏里面老是封号干嘛了？不让赚钱，牟利什么玩意儿，就搞不下去了。那1万多就白打水漂了，知道吧？哦。然后贷了2万块钱，就只有8000块钱自己花了。超意。出稼ぎを始めて10年、3年前に三和人材市場に来た。哎，老子啊，控制不了吧，张老子，赌那种，哎，毕竟都不好意思说出来。说白了，我们自己输，自己赌博输的那些钱，虽然我们没赚多少钱，年年打工那11、12万块钱还是存了，都是赌博输掉了。咱每年打，哎，那些东西都不好意思说。没车，有驾照。但是我本来帮别人开过车，也赚过钱。后来赌的那么，连驾驶证都把那个分卖掉了。卖了5000块钱，整个分都卖掉了，报销了。但是感觉自己，你说打工也有点打烦了一样的，所以说，只要那个厂稍微不融，不等于说不合意的话，我又继续找一样的，就抱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刚出来二十岁多一点的时候出来找工作，随便进个厂都，不管你分，叫我做什么。什么厂啊，什么穿无尘衣啊，干什么活我都能干。现在那个耐心不行了，毕竟可能打工打黄了还是干嘛的，那个耐心就跟你说年轻的耐心不好，心态不一样。到了。长时间劳动嫌う今の若者たち。改革開放政策が始まってから40年。深圳の高度成長を支えてきたのは第一世代の出稼ぎ労働者たちだった。
民工と呼ばれた彼らは長時間労働に耐えて必死に働いてきた。现在我跟你说，现在家里都是留守儿童，我不管了，这些人真正劳力都出门去提升钱去了，家里就是有小孩，或者像我们这种劳力的家里很少，就没有，很少很少。我大儿子嘛，十个月就给我父母，他给我养。我老二嘛，他一岁，我就给我父母。我每次每个月一交班了嘛，我马上就把钱了，赶回家去了。赶回家我就叫我姐哦，我说你给老年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彼ら第一世代の出稼ぎ労働者たちが産経労働も厭わず懸命に働いてきたのは、故郷に残した両親や子供に仕送りをするためだった。今彼らの子供たちである95世代と呼ばれる若者たちが成長し、親の後を追って都会へ出稼ぎに出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た。親と子、新旧2つの出稼ぎ労働者の間には労働意識や生き方など大きな違いがあるという。三和人材市場の近くで早朝から営業する豆乳店、オーナーの陳陽発は18年前に深圳に来た第一世代の出稼ぎ労働者だ。ジーンズ工場で働いていたが、機械に巻き込まれて右腕を失ってしまった。工場からわずかな保証金をもらって8年前にこの店を開いた。所以说事情嘛，只要你自己想做，终究是有办法的。因为你没有右手了，你不可能老是怪天怪地嘛。你失去了东西，你怪也没用。所以只有好好的把左手练熟了，哎，那样的话自己照样能工作，照样能生活。10年前、陳陽発は新世代の若者たちの労働観の変化に気づいた。因为现代的我不是蛮接触啊，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是很好管，因为都是只要你工资准时发，是吧？工资不用太克扣，我就觉得我们就留得住，啊。德里斯。哦，谢谢，谢谢，谢谢。好，你去慢慢，谢谢。只要你这些问题满足了，我都说了我是奔着钱来的，对，啊，这然后呢就能接受，是吧？该干的干什么？也应该是从2005、2006年左右，会有一些老乡啊过来呀，他们跳槽频繁度非常高，跳槽的几率太高了，一年换5、6个工作都很正常，啊，隔三差五的就在说我在找工作，没地方住，要跑你那里住几天。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太不靠谱了。他没有任何责任的情况下，他在想哪里舒服往哪里去嘛，为什么要在这里死在这里干呢？通常不是流行一句话嘛，叫做此去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他们就动不动就弄走了，动不动也不要工资啊。我们那时候干了回去得工资啊，天经地义嘛，你不给我工资我吃什么呀？他们就不要，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不要都无所谓啊，走啊。反正那里又包吃包住，进去就接着吃啊。所以这个时候，2005、2006的时候，接触到一些老乡是这样的心态，就觉得哎呀，他们真幸福。来，有小笼包。小笼包还有来。好来。还有包子。还有双麦，有包子、馒头。还有肉包吗？有肉包。哪两个肉包？小笼包要吗？
的姜，2加2，4块钱。谢谢你，不要辣椒啊，得不该要。三和人材市場で手配師をしている党大会も新世代の出稼ぎ労働者の生き方に困惑しているという。在他们眼里没有计算出时间的概念，等于说今天在哪里做个100块120万工钱，或者哪个地方的工价最高一点的，这样去做，去哪里做更好啊，就这样子。哦。他们说你做的多累啊，我这里你让你挣了多少钱嘛，因为他们可能是思想更深化，他问你他会反驳你挣了多少钱，你过那么累你为的是什么嘛，我这在每天躺在这里吃挂壁面啊，在这里小店里面躺躺聊聊一躺，这过得多舒服多逍遥，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想法已经超出了很多人了，想法已经超出了他的年纪，可能你随便找一个人问的话，他们生活是过得怎么样子，他们感觉很简单。你吃饭的话，你吃山珍海味也是吃，你吃挂面也是吃，吃法不一样，但是说实话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对人生没有太多奢求和渴望。昨天找了份日结工作是吧？啊。在哪上班啊？奶茶店。とうとうが働き始めたのは三和人材市場の近くにある喫茶店。時給は12元、およそ180円。一日の勤務時間は8時間。一日働けばおよそ1500円の収入。三和人材市場では2日間遊んで過ごせる金額だ。你为什么喜欢日结工资？日结工资有什么好处？就是比工厂好一点吧。工厂的话是月结，然后我们是日结的话，每天下班都有工资，就是比较自由。还有就是，如果发现老板有什么那些的话，就可以及时走那些。那也是对自己一种保护。然后日结的话，每天是8个小时，工厂的话每天是11个小时，所以11个小时有点累，所以就喜欢日结嘛。工厂的话，辞工的话，有些厂是很难辞的。但日结的话，你想走就走，不想走就不走。反正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嘛。就比如说我以前在富士康上班，那它底面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它上班时间长，但是它那个也不比工地里面安全呀，因为在底面。开机器的话也很容易出事嘛，反正你要这样想嘛。如果你想以后想过好日子的话，你就今天努力干，到时候如果没回家或者干嘛有什么事啊，那钱也够用嘛。那个工资转账啊，好，到时候转到你微信上。好。三和ゴッドの早春校たちも90年代に生まれた新世代。親の後を追うように都会へ出てきた。以前是在那个家里面那个技校嘛，学皮鞋技校，学那个服装电脑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学了之后，厂里那个学校送过来了，
妈的，以为是搞技术工的，直接送到工厂里面去了，我操！对对对，那工厂他妈又黑，每天他妈的上十几个小时，我操！2007年的时候2000多，那时候很累的，加班经常加班到11点，有时候加班到凌晨2点，早上7点钟还得上班。你一天连就5个小时的时间啊，还有中午是11点多下班，下午1点多上班，总共睡的时间不会超过7个小时。你中间还得洗衣服、刷刷牙干嘛的，一天才睡几个小时，天天那样搞，搞了几个月人都受不了了。反正过了好几年，去了富士康什么上班，人家干几个月不想干了。你在富士康也干过？干过，那这富士康天天流水线，天天没啥意思，干的太久了，干的累，不是特别累，但是就是要很快，一天做那个苹果手机，一天做3000多台。这个你不知道，每个人打螺丝就要打3000多台。对，我当时就是想正儿八经找个工作上班。后面就是搞的这些，搞这几年搞的就是，搞的是不想搞长期的了，就搞日结算了，就是没什么梦想了，都搞的都搞的。马上一百度。你说住大街他妈还被警察抓，住大街他怕你影响形象吗？我都被警察抓了2次，被治安仔抓了2次，抓到派出所。第一次他说身份证是号码多少，报身份证号码，他说你身份证拿过来，我说没有身份证。我们在广州那边，然后他报身份证号码，第二次又抓我，我说我去过了，他说去过了也得抓，也得去。然后我去派出所之后，我说我去过了，然后他一看我去过了，又把我放回来了。就是采集一下信息，看你有没有犯罪，吸毒啥玩意儿。他就是不让你在那儿睡，反正就是不让你。这现在查得严了，就是你睡大街，还得找个隐蔽的地方，真的。你现在去哪睡？现在那边大树那边。就警察看不到是吧？是啊。来晚上就去那地方。晚上在海信那里都可以，就晚上在海信那里他没事。叫海信国际大酒店是吧？海信大酒店，睡海信大酒店没事。我那时候带领他们搞事也是啊，晚上4点多。没钱了啊，就是工作不好做。做临时工压力又大又没钱，是不是？就是人越多压力越大，是吧？没钱的话压力越大，对不对？你也睡过大街？睡过。哦。睡过大街还别人给个钱。哎呦，同性恋，我操，多得很。对对对对。三河这边好多基佬，我操，真的。对对。有时候晚上问你，有人那基佬问你，他说给你100块钱让我搞一下搞不？我说滚蛋，他妈个逼，我他妈的饿死也不让你搞一下。什么人都有。深圳这边感觉肯定跟那个现实中没有幻想中那么好了，还有感觉钱也不好挣。比灯光那边好吧。上次也搞了个临时工，到了厂里面就没活干又。1天8个小时的班的，有时候让你休息2-3天，感觉又赚不到钱，然后又辞工，又跑到这边，又继续找，搞得一个月下去都没干什么活了，都没挣到什么钱了啊！说，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打零工这么久了，别人都说不要在这里待着太久了，影响不好。他说会影响人。因为在这里感觉一天过，他说虽然没做过传销，但是感觉跟那个做传销的一样的，一大堆人听着催生流，一天又过去，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说过得快了，是啊，挺逍遥的。嗯，是。你在那里听别人天天喊口号，这里催生流聊天，一天过得很快的，就是好轻生一样的，说白了，等你回想起来就是好轻生一样，就这个意思。其实也不是说什么。急成長を遂げる最先端都市深圳。長時間の単純労働に耐えられず転職を繰り返す若者たち。1日働いて3日遊んで暮らし、仮想現実の世界に逃避する。彼らを追い詰めていったものは一体何だったのか。
メイドインチャイナを牽引する中国の最先端都市深セン。ここには毎年100万もの新たな労働者が押し寄せている。那个轨道，在车上啊，在下面，在那个公交站台那里。啊，是。その労働者を募集する巨大職業斡旋所、三和人材市場。工場労働から弾き出され、1日働いて3日遊んで暮らす若者たち。三和ゴッドと呼ばれる彼らに闇の世界が広がっている。早晚也上，是上什么网？看电视也看，游戏也玩，综合。在我在广州惠州去打工，然后晚了一个月，在学校里面他就把我学籍开除了。因为那些怎么说呢？有些人非点头了的，赚了好多钱。他说他招工的，他骗过去了，是跟我们说了。我感觉到这个社会一点不公平。一体何が中国の若者を追い詰めているのか。深圳には毎日全国から大勢の若者がやってくる。その大半は20代の若者だ。你从哪里过来的？我从陕西过来的。陕西过来，啊，这边可能底薪高一点，感觉。哦。他其他地方不是底薪低的很吗？对。哎，就普工呗，咱们又没什么技术嘛。都会に出てくる若者たち、その多くは内陸部の農村出身だ。中国では40年前に始まった改革開放政策によって都市と農村の格差が急速に拡大。豊かさを求めて数多くの農民が北京や上海などの沿岸部の大都市へ出稼ぎに来た。農村には老人と子供たちだけが取り残された。世界第二の経済大国になった今でも多くの農村が貧困問題に直面している。祖父母や親戚に育てられた子供たちは留守児童と呼ばれる。彼らは成人しても農村には働き口がない。三和人材市場でさまよっている若者たち、その多くは大きくなった留守児童だ。上校，你别上校。我要是长得帅一点的，不会到现在都没老婆了。没老婆。都三十三了，没老婆。没老婆。没找到是吧？就是人本来就长得丑，还再加上。丑也不丑。不丑啊。再加上头发也掉了。丑不丑？就是瘦了点。你哪里丑啊？丑说你哪里丑啊？五官端正，这有什么丑？是啊，头发前面都长不住头发，头发但是头发是一个问题，头发确实是一个问题。头发可以，因为那叫我回去相亲我都不好意思了。啊，头发不好搞，这头发不好搞。你我以前小时候属于是，你属于留守儿童。现在不是了，现在。但是现在你是留守儿童。现在是属于大神了。对对，他不更丑是吗？以前小时候想，以前小时候，比如说我父母。出去打工了，特别想，就是哭也没用，人家要赚钱啊。后面就是在家里面本身也少，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也觉得也不是特别亲的那种。就是待在一起，跟父母待在我家我爸妈他，我家里的父母是他经常出去打工，就是让我爷爷奶奶带我，然后我就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少。不是你不跟父母联络，你不怕他们伤心呐？联络他们更伤心，我怀疑，真的。你说你现在过成这样了，他们更担心，他们可能电话里面哭都有可能，真的。
我妈，尤其是我妈，她说我妈都收了，她说你别在外面，我那是我上次前几年出来，我妈就说了，你别在外面打工了，我在家里面，我天天给你做饭吃干嘛的？我说在家里面有什么那个？就会发生嘛。我老爸去世了，我老妈新找了一个，老爸去世了。哦。也没什么人管，是不是？就这样。家里不穷。家里穷啊，也穷啊。我感觉你干的可以啊，你有一个侄子啊，你觉得嫁了？我姐嫁了，在那，我妈也在外面打工了，就是压力大嘛，现在，离开家就是出来挣钱嘛，就这样，是吧？你是有想法了，是吧？对。挣钱就是过年的时候回家。回家的时候有点钱嘛，就是嘛，买。现在不是回去了吗？是啊，回去了，回去了，没钱，亲戚朋友都看不起，是不是？是。是吗？是。他们他不就高了吗？也。这个很现实。他们在外面工作也不容易啊，是吧？对。打工都很辛苦啊。那可能都是。出来挣点钱哦，在老家，毕竟在老家什么，在老家我们挣不到钱，像我们年轻人又没事，家里又没什么事，就出来等于说打工挣点钱，肯定也增加点收入。在老家什么活都做不了，没办法，也是奔着出来挣点钱嘛。但是过年之前还打零工，这边的零工还好打一点，还挣了点钱。现在找了都快半个月都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妈他赚的钱也差不多花出去了，搞了个扯平来了一个多月，哎，摇头啊，真的是摇头。三和人材市場の近くで豆乳店を営む陳陽発は第一世代の出稼ぎ労働者だ。深圳に住むようになって18年になるが。未だに解決できない問題を抱えている。来年小学生になる一人娘、しかし深圳の小学校に入学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ない。陳陽発は出稼ぎ労働者で深圳の戸籍がないからだ。哦，去妈妈那里，去妈妈那里。留下来是没概念的，这是别人的城市，不是我们。我们只是在这挣钱。嗯。啊，那个时候什么要过关海的边境证，还得要暂住证，七七八八的，完全你只是个过客，没有说哎我在这发展了，在这买房，在这变成深圳人，那根本就没这个想法，压根都没有。奢望。啊，不会想，谈都不会谈这样的话题。都不谈，那不谈的，只是说多挣点钱，多挣点钱回去盖个房啊，娶个媳妇儿。应该说，我认识的跟我差不多的，有可能想成为深圳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了孩子，不是为了自己。自己更多的根还是在老家，无非是落个户口证干嘛，将来孩子好高考，有书读。我们现在我们把孩子留在深圳啊，不一定有书读。你这个学位太紧张了。你我们不是深圳人，我们就是分到最底端的一类人了，第六类了。你有深圳户口，很有可能四类五类，那个排学位啊就排到你了。没有，就是这边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都要排学位，就是看你的积分够不够排，按顺序来排。比如深圳人是第一类，什么人们第二类，我们是外地户口的又没有房产的，我们是第六类。第六类你的社保够不够，你的居住证够不够，你的租房够不够，缴税够不够，然后就看你的积分总和是不是超三，然后你的分达到了排名啊，它就排先后了。这个学校假如还可以排得到你就读，排不到的话没得读。对我们来说，对我认识的好多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想方设法要入户的目的的话，无非就是为小孩读书，不然你入个户有什么意义吗？又不会给你分钱，又不会给你分房。長年深圳に住んでいる第一世代の出稼ぎ労働者にとっても格差の壁は厚く、
深センの戸籍を取るのは容易なことではない。そのため子どもの教育や医療保険などの恩恵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でいる。特に教育問題は深刻で、深センの戸籍がなければ公立の小学校に入学させることが難しい。陳陽髪は深センで結婚して家庭を築いた。深センで生まれた一人娘は来年小学生になるが、ここの小学校に入れなければ田舎の祖父母に預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今の陳陽髪の最大の悩みだ。然后呢，还有一些高端的私立学校，就是在我们这个区我了解到的啊，除了公立学校以外，如果申请不到学位的话，很有可能会送到那个比较高级的私立学校，那就很贵了，那就一年要三四万块钱了，应该负担不了，是啊，那就太值。但是没办法的时候，你父母亲，你要么就你忍痛，说让他回去，不要钱，要么你就努力多挣点，给他去那里，你总得要读嘛。现在的人肯定做不到，说不读，打死都做不到，是吧？能读到哪去都让去读，这是不可能的。肯定要孩子我们带大的，你说让他回去跟爷爷奶奶去老家读书去，小孩子怎么想？现在有意识了，父母不要我了，会不会这样想？那你给他的创伤谁来弥补？我们都回去，这个很痛苦的。那现在这就等于就是走留守儿童这条路了呗。是啊，你就很麻烦啊。留守儿童问题是留守儿童的代价太大了，你要是从生出来就丢回老家去了，眼不见心不烦。小孩子创伤没那么大，我认为现在他有意识了，是吧？你要是大人哪一分不在，两三天不在了，他不是两三天，一半天不在他都会绝问的。而且几天不在不要我了，那个情感上人家怎么想？这这太遭罪了，我想都不敢想，你知道吗？解决策が見出せないまま、娘の入学は1年後に迫っている。厚生省の田舎で祖父母に育てられたトートーも留守児童だ。中学を卒業すると母親が出稼ぎをしている広州に出てきて一緒に住むようになった。やっと実現した母親との暮らし。しかし職を求めて再び離れざるを得なかった。到晚上了，想家吧。有点。还是家好。你平常给父母打电话吗？打呀。哎呦，给你妈发短信，她都还没回。你说我今天上晚班，晚班呢？不能说你今天上晚班呀。说，为什么跟你妈说上晚班？他不知道我来深圳了。哦。你妈一直都说，你跟你妈说你在哪呢？跟她说在上班。你妈说什么了呢？她说白天就出去了。她说怎么是上晚班呢？我说白天出去玩了一天，跟那个经理玩了一天，出外面去。嗯，然后他又叫我上晚班。嗯。長時間労働を嫌うトート、深センでの仕事探しは想像していたより難しかった。トートは深センを離れるべきか迷い始めていた。
この日の夜も向かったのは朝までやっているネットカフェだった。ここで一晩中過ごしていることは母親には内緒にしている。三和人材市場で日雇いの仕事を探す若者たち。留守児童だった彼らには特徴がある。田舎の祖父母は教育に対する意識が低く、進学の機会に恵まれなかった。深センの出稼ぎ労働者の中で中卒の割合は6割以上、大学まで行けた者はわずかだ。手配師をしている党大会は学歴も技術もない若者たちが置かれた厳しい現実を身をもって感じている。很多人这里，很多人刚开始在这里面，很多人有上进心的，但是你也知道了，这里面招工的一般的工厂里面有好稍微好一点的工厂的话，要你的要求比较高，一个学历要求比较高。对，这里面很多都没有什么学历的。对，而且学历比较，第二个你又挣不到钱，第一个你挣不到钱，一个月就三四千块钱，你做来的话你感觉得不偿失。自己也当过，确实很辛苦，因为你也知道的，去工厂里面做的话，工厂都会把最苦最累的事给这临时工做一件接一件的，那种搬货啊，那种加大劳动力的那种苦力差事啊，给工人做的。就是很多为什么工人不想做，为什么说是烂厂，就是原因。哦，确实累是吧？会工厂会把这种搬运啊，搞体力适应啊，给他们来做，知不知道？他们是做一天结一天就结了就走了嘛。哦。带技术含量的不会给他们做，一般带苦力的，然后搬货啊这些的，装货柜啊这种啊，会给他们做。又脏又苦又累的。又脏又苦又累的生活给他们做。很多大公司啊，像富士康这种人见人臭的工厂，知不知道？那吃喝拉撒的环境做的又差。跳楼的是啊，的确有点，是吧？因为加班时间长嘛，就是他跳了好几起，连着那个。对，第一个人那个加班时间长，劳动力大，这也是他们跳楼原因。第二个，当然富士康管理模式也比较特殊，是吧？没有什么人性化。比如说，以前我在里面做的时候，因为当官的，如果当官的和当官的接触，员工不管员工死活的。3ヶ月前に貴州省の田舎から来た若者に出会った。陳勇、彼もまた三和人材市場で日雇いの仕事を探している。成績が良くて地元の大学に進学したという陳勇は、授業料を払うことができず深圳にやってきた。确实有很多嘛，因为我们那里偏穷，很多人，扔下孩子去外面打工的很多。就我就是我们那里来深圳打工的人很多，所以说我就闻名而来。这个深圳感觉，就很市民嘛，或者工作工资都好挣钱，我就闻名就个人跑来了。哦，我是这么的。这小学、中学都顺利的读书了是吧？读到大一嘛。啊，读到大一了。那个大专的，大专，对，贵州升华职业学，就是本地嘛，本地贵阳市，贵阳市惠水县，啊，惠水县可以看到，县。县啊，那是个县，是一个农村的大学，好像是，我听说是好像是唯一的一所农村大学，那也是个慈善大学吧，好像。哦。它是农村，它是偏农村啊，周围没有人，那是一个农村的大学。中国では、かつて農村の子供は大学を卒業すれば運命を変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言われた。しかし現在は教育改革で大学の数こそ増えたが、
授業料は高騰している。貧しい農家の子供にとって大学を出ることはかえって難しくなっている。对，一年，大半，哦，半，三年是吧？半年，半年六千多，是半年。我们是贷款了嘛？我贷款租的，哦，贷款租了半年。哦，那肯定开销很大。那我贷款的，你看我家里有四十年，那肯定是很难支付了。那个，四个都读。哦。啊，就是我姐姐上完初中没读。哦。因为我在。我也来深圳打工嘛，那我们那里，那肯定学费比较昂贵嘛，一般家庭他上大学，也不太支付得起。虽然那个学费比较偏低啊，才六千多，但是有的有万多，我的那个是六千多。然后在我在广州惠州去打工，然后晚了一个月，在学校里面他就把我学籍开除了。哦。回不去了，回去他学籍被开除了。把你开除了。对，回不去了。哦。他还叫我。就我重新报考，重新再来一年再报考再进去，那来一年啊年龄肯定大了啊等不了，啊我们选择不读了。走。嗯。三話ゴッドの早春校たちも。出稼ぎに来て初めて学歴や技術が必要とされている今の現実に気づいた。不想做那反正目标还是要挣钱。是想找个工资高的。不好找。你找技术活干也没技术，只能做个普通啊，是不是？没技术。对。现在找活干，找是好找，就是你想不想做了，是不是嘛？越往越懒就堕落了嘛，在这边习惯了嘛。打工啊，也打死工啊，说白了，没技术。那时候没学什么技术，做过普工，就这样。那时候说。别这样说。我那时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这样，干一矿工逃学，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就这样。先跟现在的也差不多，是不是？人活着确实是。是的。人活着就，也不错，一家三口。像我们八零后啊，八五后啊，都。除非有什么事，有这点事业的，像做普通的人，我估计有的时候越来越跟不上节奏了。九零后的就更不用说话了，假如说除非想做点什么正式工，做点什么正经，有什么做生意的，什么有人带之类的，如果做普工的话，我估计到时候都要接轨都接不上了，是跟那个打工的人啊接轨都接不上了，因为我们都吃不了苦，那后面的人都越吃不了苦，我可以这样想，因为现在的家庭都像宝一样的，生意两个人，有的人想法都不一样，尽量不要让自己的小孩吃苦一样的，每个人都想的，哪怕自己，除非没办法，有办法的人尽不可能说让自己的孩子说，让他出来奔着做普工的那个方式来养一样的，因为父母的思想都可以直接那个。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话。下一步什么打算吗？喫茶店の仕事を数日で辞めたトートは。また新しい仕事を探しに三和人材市場にやってきた。都是招城市工的。嗯。聊不下去吧。
那你还是挺想在三星工作的，对吧？工卡都被我拿过来了。啊，三星的。那个，你为什么没有在三星干呢？还要毕业证，我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学历？不知道，好像是高中毕业证吧。还是多读点书好。三四楼是招聘的。要做临时工，这里来看一下啊！带上行李当天的入住，坐满七天可借支，工资随走随结，做的年前年后都可以啊！厂里包吃包住。深圳の底辺で生きる日雇い労働者たち、三和人材市場には彼らを狙う危険な落とし穴があるという。体检必须的，体检能过的话，身上有没有纹身？没有，没有案底吧？那可以过吗？这些都没有，你就怕什么考试那些？没有，没有考试的 ，A B C D 应该认识的吧？这些那写自己名字也会呀、啊，那都没问题啊，这些都很简单的，知道吧？約束した労働の内容が違っていたり、またさまざまな口実で賃金がカットされてしまう。今、深圳の労働市場で。こうした不法仲介や雇用詐欺が頻発している。手配師の党大会は不法仲介が横行している実態について話した。都是这样子。你说现在，你说既然吃苦又拿不到多少钱，对，这个也是。像我们以前招工的。也不过也我不敢说我们这边招工很清白，每一个招工的地点都是或多或少有点黑暗，有很多黑暗的话，你没有在这里面做人不了解，可能帮他刚过活的人了解。因为昨天有咱工人，昨天一个工人一份那个工资给老板黑了，被工头黑了，在东莞那边黑了就黑了嘛，别人那里有钱有势，派出所也不管，然后就给了几百打发了。他不是拖欠，这里任何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你进厂的话，他会给你签合同。哦，所以合同一式两份，一般的你做一个月的话，你做一个月的话，他会说签三十天的合同。如果你错过了，比如说你只上了28天班，他会一天扣三天，是不是？扣你7天的工资，是不是？如果是因为在哪，你在30天在请假了。他也会扣，知道吧？哦，他说你没做满。哦。第二个问题，那话一天扣7天，扣七天的工资。比如说这边的工厂的话，就算工厂没打你旷工，所有这个劳务派遣公司还有个打你旷工，这也是为什么这边的工的工资啊，其实这边的工价还可以，拿到手上呢，真的没多少钱。哦。三和人材市場の近くにある公園。日雇い労働者たちが集まっている。リュウチン、28歳。8年前に湖南省から出稼ぎに来た。田舎にいる妻と3歳の子供に仕送りをしてきた。安定した仕事を探していたが、不法仲介の被害に遭ったという。以前在这边多是吧？在那边啊？以前是那边在那边找工作住，骗过30回了，骗过30回了，怎么个骗法？是怎么？就是大哥们，你交了钱，就交了半个会员，钱跟有些黑你就没得退的，你退也是不可能全部退给你，只退一小半。你是走到你在哪儿被骗？他是怎么个骗你的这个？我那时候让他介绍所把我拉到东莞去。我那时候在东莞，我就他说工资待遇也不怎么好，我就想出来找。那个东莞一个介绍所，他那时候交了个报名费，就是那个会员嘛。他说你可以随便找工作，也不要交什么钱了，300多块钱。我骗了之后，我就问他们要钱，他们不给我一分钱不给我。
我当时也只有五六百了，我只他骗了三百多，我这身上是剩了那么点钱了。嗯，我后来想，我报警，政府也不管，东莞政府那不警察也不管。不，本来说有坐班，他到那里全部站班，哦，站12个小时，我两班倒，哦，就是白天晚上两班倒的，就是上完一个白班，上完一个夜班就倒过来、哦、倒过去的。就是他不吃的，他说有三菜一汤，嗯，根本没三菜一汤，还是他说只上8个小时，啊，他说一天也是100多块钱，啊，结果就没有。实际上呢？实际上就是这要上12个小时才有那么多钱。哦，要上是啊。还有个方面，他说这一扣那一扣，本来厂里面那个老板水电不配的，还要说水电费、车费啊都要扣。都要扣，嗯，这搞了下来根本就赚不了什么钱，嗯，我就是说嘛，就这么骗我们过去，我们也不心甘情愿，对吧？三和人材市場でたむろする若者を狙うのは違法な労働契約だけではない。彼らの身分証明書さえも狙われている。中国では。18歳以上の全ての国民に身分証明書が発給されている。身分証明書はスマホや車などを購入したり、飛行機や新幹線に乗って移動する時など社会生活のあらゆる場面で必要となる。しかし三和ゴッドの中には必要不可欠な身分証明書さえも売ってしまう者がいる。三哥这地方确实能改变人，也磨练人。或者一些新，比如说想法很高的人给堕落了，生活在这里面。但是有些人确实没办法，生活在这里面。第一个，嗯，没身份证，这是关键问题。嗯、很多身份弄丢了，包括包括偷了，也可能。办一些什么非法的网贷啊之类的，小额贷款之类的，没有身份证的，这里面很多30%都没有身份证。不是听说还可以把它卖掉是吧？对他们这些身份证卖的话，价格的话具体我不知道，不详细，可能几十块钱、100块钱左右，就这个价格。因为有时候坐在这个店里看一下那外面的人了，每天在这里逛来逛去，第一个，可能每天我一餐饭2个饼就把一天生活给解决了，啊。但是最问题的一点的话，这里的环境使他们改变了。大学の授業料が払えなくて深圳にやってきた陳怡、心の支えは身分証明書だけだ。就是自己电脑被别人盗走了嘛，因为我睡在车站那里，我不太没太地方的，我不了解，我就放在那里，被别人偷走了我的很多东西。把你行李偷走了？对，也算是。那你身份证还在不在？不在房子嘛，我身份证放在包里，我把它，自从被偷走了，我就放得好，我知道这个重要，把它捡好。你现在就剩一个身份证了，其他。对啊，我感觉到没身份证，你想找工作肯定是找不了了。我现在我没啥要求，我没要求了，只要给我工资，就可以了。因为以前我幻想着和现实不一样，我来我认为这个人才市场是怎样的，鱼龙混杂，有不同行业的在这里应试，我也找到我想要的。但是现在呢，我想，这个还是算了吧。这因为这里的人，所谓的人才市场，基本都是进工厂的。然后我就想啊，进工厂，现在我还有什么要求？只要你给我机会证明自己就对了，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什么很好了。我现在只要能给我改变自己的机会就可以了。对对对，不要要求的太好。对，叫不出来，我不是说哦，有的人认为我是后吃懒子嘛，认为我不想找工作，但是我都说，你先给我垫60元的，我不会不要你的，甚至我还可以双倍还给你，只要你发完工资我再还给你，有这种想法，但是身上没资金，这种也弄不回来。那肯定遇到一些负能量的人，他们有资金，我去什么那里是偷一点，那这种事我肯定想。这种事是绝对不能做的，这种事，有的人他指点嘛，有的可能他我不知道他是帮助我还是在嘲笑我，还是因为我神经不管他叫我去偷，那这种人哪是人做的，就是
我不想一辈子带着这个污点走一辈子吧，就特别的衣服裤子穿。個人の身元を証明する身分証明書がここでは違法取引の隠れ蓑になって取引される。身分証明書を騙し取った悪徳業者はその名義を使って架空の会社を登記したり、さまざまな不法ビジネスを行っていく。身分証做法人了吗？我现在都跟你说了，我名下现在有1500万，我现在我找到那三家公司，我他妈讹死他，我跟你说，给不给钱，妈的给我两，给他要个10万块钱，不给钱我报警。我找到他公司地址，我直接给他要钱去。我现在没饭，没挂逼了，没钱了，没钱吃饭了。注册的资本每家有三家公司注册资本是500万，一家公司注册资本是500万，三家是1500万，还有一家你是老板的大老板。我现在是真的，但是没有钱不在我这，什么都不在我这，公司也不在我这，公司别人管理，是他们那些一伙人管理，钱都不经过我手，我银行卡都给他们了，他是一套的，知道吧？你办那个企业法人那营业执照，还要让你那个开个银行卡。对，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么严重，你知道吧？刚开始我不懂啊，办了之后才知道，妈的，到时候他因为一搞欠款什么的，都是我的责任，但他们也有责任。你相信你公司是他们经营什么业务，知道吗？拿一个私家包。经营他说是卖手机什么玩意儿的，实际上肯定不是啊，肯定是搞洗钱，洗黑钱干嘛的？我怀疑，应该怀疑，要是到时候公司倒闭欠债了。警察肯定还得找我，但他找不到我，我现在没身份证，还找不到我。総資産が1億7000万円以上の富裕層が7万人に達する深圳。格差社会の底辺から脱出できず、もがく若者たちの間に不満が高まっている。我感觉到这个社会一点不公平。为什么呢？本有钱，有钱人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像我们这些人，根本说白了就是像奴隶一样。像古代一样，奴隶一样，多很多。现在中国经济方面都发展很快的，都特别多。特别多。你很羡慕，我也像他们一样，开得好，这住得好，好，这没什么这方面。我觉得我感觉这个世界上也不公平，很迷茫。那为什么嘛？因为那些怎么说呢？有些人非投了，非点投了的，赚了好多钱。还有一些投了，就是家里有钱人给他铺好路了。对。这方面，我们就不一样，又没什么亲戚关系。有些们亲戚关系不得很硬的，早就给他铺好路了，根本就不需要找什么工作。对。有钱人嘛，这个有钱人，我见过好多老板有钱人，这个是小钱。对。我在龙岗，我因为我经历，我在我亲戚经过，我那里吃个早餐那天，一个老板开个宝马，他带了个女儿嘛，在那里吃早餐，那服务员态度不怎么好嘛。哦。吃饭。那老板听了这个口气，他就说，服务员把你的经理叫过来。哦。那你这经理过来，你好，什么事？我把这个餐厅包了，明天不要这个服务员出现。哦。那老板有的与前场是不一样的。哦。说话口气都不一样。人上人。我没办法，我因为我小孩又有老婆了，我不可能像他们像说大婶那方面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你跟他们不一样。我是这样的，要么自己找份安心的工作，把自己改善一下，就是或者自己想自己有钱了开个店啊，是吧？自己做个老板。别人不管怎么说，你不可能是大神啊，是不是？自己也会改变，是吧？对。别人说你是当老板了，是不是？豊かになる夢を持って深圳にやってきた出稼ぎ労働者たち。
しかしいくら頑張っても生活を変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希望は失望と不満に変わってしまった。三和市場で日雇いの暮らしを3ヶ月送ったトウト、いよいよ深圳を離れることを決めた。母に嘘を言い続けてその日暮らしをしてきたトウトウは、このままだと三和ゴッドになってしまうことを恐れたのだ。広州で出稼ぎをしている母のもとへ帰ることにした。等不到公交，龙华汽车站走吧。两个人多少钱？10块钱。十块钱是吧？トウトウは姉が勤めている広州の美容室で働こうと思っている。美容師になりたい。そんな夢を。見るようになった。バーチャルの世界から抜け出して現実の世界へ行こうとしているトウトウ。你进不去啊。深圳から去る者がいる。一方でまた夢を持って深圳へやってくる若者がいる。他に行くあてもなく、明日への期待も持てず、三和ゴッドであることに身を任せている若者たち。街道办的，好些现在少了，因为外面骗子太多了，是不是？别人宁愿做坏人都不愿意做好人。你有身份证，你怕找活干，你慢。是。再起码我进个厂，做个几天出来有钱花了。是。他，就是说实话，压力也大。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对。是，你是压力大，你是。感觉人都废了。是啊，是啊，人都跟废了一样的。没赚到钱都有压力啊，是吧？每个人心里都有的。对啊，跟个废人一样了。是吗？是啊。你是在外地，在广东这边，还是说什么？你是打工是吧？前几年不是有个那个顺口溜嘛，说远看广东像天堂，进了广东像牢房，各都说广东男人帅，个个平头像锅盖，就是那种顺口溜，反正很长的都忘了怎么说的了。当大人之后就是感觉生活轻松了，你在这里，但是肚子挨饿了，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真的，感觉整个人轻松，就是特别无聊，每天特别无聊，人又多，回不去，真是回不去了，不归路啊，不归路，回得去啊，特别。你的梦想吗？梦想以前现在没了，没梦想了，现在没有什么梦想。你就没想过有没有什么做过梦想或幻想的怎么着改变一下命运什么的，没想过这事儿？以前想过，现在搞不了，现在太遥远了。对，现在真的太遥远了，那些东西太遥远了，真的是不现实了，真的。你现在才27岁，你还年轻，年你打算以后还有几十年呢？几十年你打算这么混下去啊？我前几年也是年轻了，那不现在到现在还不是一无所有，那还不是一样吗？习惯了，都这样，真的习惯了，现在真的是习惯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老了怎么办呢？老了，
老了就老了就死了就死了，没办法。我也不想再成大人，但是现在现在你以为是奔什么大神？现在没有，现在没有梦想了，真的。现在是绝望，说白了，绝望。三和人材市場の惨めな状況から脱出しようともがいている陳勇。对别人说这是别人底线，但是我觉得这样吃不好、穿不好、睡不好的，别说穿了，我不最起码吃住。吃住，如果吃住你我晚上睡在街面上，那种苍蝇很多，苍蝇都不算什么蜈蚣、蟑螂，和他们住，怕他们爬到你被子上来，那种感受，这种感受你会是逍遥吗？会是自在吗？如果这样都逍遥自在的话，那可能这个社会，然后每个人都这样逍遥了，那还追求什么？还搞什么建筑？还起什么楼房？那就直接睡街面上，和老鼠啊，或者蟑螂睡，像过原始人一样的生活，那多好，那多逍遥自在，什么都不用做。哼，那如果这样，那社会怎么进步？能吃什么做什么？那肯定社会需要进步，肯定就要追求一些有品质的生活，一些人的精神世界。我这样可能别人认为啊，有点好点好吃懒做才会变成这样。但是呢，人总得有些经历，人有些经历他不可能一直这样。我会很直接的说，我不是一直这样，只是可能我来到这里，我突然间变成这样，我心情比较低落了，变成这样，就像我。也没钱吃，然后在这里心情比较低落，暂时呢算是好像是我算是给人我感个人感觉我算是落难，感觉不是说他们说的大神没念过什么书，毕竟我是念过书的，还是学过很多东西的，不像有的人真的是没读过书，什么东西都没学过，这种人真的需要帮助。当我建立了很多东西之后，比如说建立了一些生死之后，我有两种选择，第一我会。一蹶不振，一直这样活下去。第二种可能，以后我会更加享受生命，更加热爱生命，就是这两种可能。你觉得你会是哪一种？现在我不是说我会觉得我会成那种，我是更希望我成为第二种，我是。挫折が重なり、袋小路の中で足踏みをしている若者たち、なんとか脱出したい。それが今の彼らの唯一の願いだ。中国の繁栄を謳歌する最先端都市深圳、その目覚ましい発展を支えてきた人々がいる。しかし急成長がもたらした貧富の格差と負の連鎖によって、若者たちの夢はさらに手の届かないところに行こうとしている。Thank you.